这个东西啊，你摸了之后就会梦想成真。刚才那个人说的，我给多摸两下，我要发大财，我要长生不老，我要有钱有权。嗯。Okay, I touch it. I hope it comes true. Yes. Now I will go to find the boy, Pete boy.这两个大哥还在这谈呢。那个人跟我说呀，剪直走 ，go straight， you'll find it， 你会发现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这个二沟四这个旅馆，可以说真是太棒了。Location is really good。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出门就是广场，然后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 reception 呢太远了，离它那个地方至少给十分钟吧，你要是慢点走可能给15分钟。这个 location 就是这个接待处很远，而这个整个这个酒店呢是自动化管理的，那没有人 ，no one there， it's really good。位置也非常的棒，然后这个里面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好，那个厨房也很好，我觉得都到处都很干净啊。那是我住过的最好的旅馆，就是青年旅馆，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没有 reception。我觉得下回他应该在那儿弄一个自动的 reception， 就是输入你的那个什么 passport number， 然后自动它就弹出来一些东西，弹出来那个卡，我觉得这样的更好一些。哎呀，比利时的巧克力是真棒啊。